大家好，我是冷冠，我今天来跟你分享如何说服他人。话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，齐国国君齐景公有一只非常心爱的烈马，交给了一位马镇照顾。马镇就是古代养马的官，并且要他好好照顾他的马。但是有一天，这只马突然暴毙死了，连养马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知道此事之后，齐景公非常生气，准备将那位马镇处死。尽管身旁的重臣都明白这样子是不对的，但是面对暴怒的君王，没有人敢吭一声。此时晏子跳了出来，他说道：陛下，这个人罪大恶极，但是他好像还不明白自己为何要被处死，恐怕会死得不明不白，不如让微臣将他的罪状一一列出来，让他知道自己所犯之罪，之后再执行死刑，好让他死得心甘情愿，好吗？齐景公同意了。接着晏子走到马镇前说道：你知不知道你犯了三条大罪？第一条，君王让你养马，结果马暴毙死了，等于你杀了马，你说说看该不该死？第二条，你让我们君王为了一匹马而杀人，你说说看你该不该死？第三条，君王因为一匹马就杀了人，如果邻国听到这个事情，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议论我们的君王？他们会说我们的君王居然如此昏庸，把马看得比人还要重要，让我们的君王受到如此的舆论，你说说看你该不该死？说完，晏子就回到齐景公身旁对他说：好了，我已经将他的罪状一一列出，陛下您可以来判他死刑了。齐景公听完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接着就放了这位马镇。透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可以了解到晏子是如何说服他的君王。我这里整理出三大技巧。在开始之前，这个频道是专门提供一些读书笔记与实用技巧的，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学习改变生活的人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让你成长的机会了。第一，我们永远说服不了别人，因为他们只会被自己说服。当我们尝试说服别人时，我们往往会用各种逻辑、理论、证据，但这些可能与对方本身的信念跟价值观不同。我们需要了解对方的信念与价值观，找到一种方式来和他们建立共鸣，让他们自己说服自己。说服不是要让他做对我们有利的事，而是要让他们做觉得对他们有利的事情。第二，不要站在对立面和对方谈，尝试站在事物的侧面去切入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晏子列出三条罪状，分别以不同的视角切入。第一个是以马镇的视角，第二个是以齐景公本人的视角，第三个是以邻国的视角。透过引导一个人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件事，一定会比直接指责他人的错误来得有用。第三，不要贬低对方。当我们贬低对方时，会破坏彼此沟通的基础，让对方感受到攻击，甚至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思想不受尊重。从另一个角度去提醒对方没有注意到的问题，引导出他们理解上的缺陷，之后再提出自己更具体的实用建议。透过这三个小技巧，可以使我们说服别人的机会大大的提高。好了，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任何的启发或是帮助的话，希望你帮我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自我成长有关的信息了。我是冷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